你不是有提案就是要降低罢免门槛吗？那这个案子你现在处理的状况是怎么样？共同提案的嘛，我是最支持你的，共同提案的。很多人都很支持这个法案，那可是这个法案昨天好像程序委员会之后，礼拜二之后我们还没有看到，那是怎么了？我们本来就是等着看国民党所控制的程序委员会到底要不要放行。我也不敢说这个提案真的就像网络上说的哈，就是所谓真男人啊，这个当然是过奖的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宪法明定罢免跟选举是人民固有的权利，那在台湾人民充分享有选举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说，我们的罢免权是有一定程度被现行制度所绑架、所绑票、所限制？因为看到历来从来没有哪一位公职人真的被罢免过，就知道这个门槛实在是太高了。有人有去挖过以前的记录，发现其实好像10年前还是20年前的时候，其实罢免门槛还蛮低的。可是后来因为国民党开始有人被罢免了，所以就开始他们开始修法提高门槛，到今天这个高门槛。所以其实我都想说，是不是可以就之前提高门槛的这些修法去申请释宪？因为你立委自己修法把门槛提高，本来就是一种没有利益回避，甚至是图利自己的行为。理论上，他可以跟当年国代修宪决议让自己延任的动作是一样的，是会被大法官会解释成违宪的。所以我想我们提这个降低门槛的动作是第一步，我们也会持续的再送到程序委员会去让大家看清楚国民党的真面目。我们的真面目就是除了修改选罢法要来利用政策文本来提高门槛之外，他还会来挡我们这样的降低门槛的提案。那未来我们也考虑释宪跟其他种种的作为，来让柯蓝委的行动不会受到不当的阻碍，甚至一定程度来另外就是大家注意，我们虽然有选举的权利，但是我们的罢免的权利其实不知不觉的已经被拔除了，已经被拿走了。那既然这是应该有的权利，那么我们应该再来想想，怎么样来恢复我们宪法上固有的跟选举一样重要的罢免的这样权利。那现在好像岛国前进他们在推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想要用公投法来公投修改公投法，那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如果知道公投的原意，它本来就是直接民权。理论上你不能用公投法的这个限制来限制直接民权。公投法是间接民意，是立法委员去修出来的法律。你怎么可以用间接民意去限制直接民意？所以事实上有一派的学者跟有些国家的立法院，他是认为公投是最大的。公投就是展现实际民意，公投可以否决、否决掉任何不合适的法律。那他更不应该被像现在两岸公投法加上的这些限制来限制直接民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出发点就是绝对不能用间接民意来强奸直接民意。好，谢谢。